传导没有机会，交给卢俊祥。六九在中距离跳投命中，总算为领航员开张了。对，那当然对，因为这样的突发状况，刚才跟许金水聊了一下，就说他整晚呢就一直在思考到底。哇，我先看这边六九的三分球，开赛非常的重要。目前文成拿下五分，卢俊祥，哎呦，对位的状况之下打板球进，卢俊祥 on fire。球，但是直接撞山了，博朗成功的防守。六九飞身上篮，打一个板块攻。对，聪明。Washburn 跟六九打挡拆，六九选择自己上球，爬了进框。快攻出球，文成没有把球接稳，六九把球抄走了。啊，但是这一次挡的机会，哇，变成一个 broken play。哇，林志杰把球拿回来。哦，不过林志杰也倒地了。哦哦，这是领航员在下半场得分首度开张。哇，佩登，六九抄到球之后，利用一个时间差上篮得分。对，投好球，趁势下滑，在对抗以后摆进两分。对，而且的确是有六九，哇，空中对抗之后要到哨音还把球摆进，对，这是一个 M， 说这第五犯是一个很大的影响。对，那虽然不能说是因祸得福，不过金克利的这个受伤好像意外的也起伏。他是不是很想受罚啊？另外一边马上还了一个严扣。